我在十年前创立爱多美的时候，面对当时聚集来的十七名会员，我向他们承诺要将十一韩币奖金以铲车的形式给他们。十年的期间，我不断在会员面前承诺同一件事情。那么十年过去了，我的承诺实现了吧？所以大家要勇于说出自己的梦想。那么有人问，应该树立怎样的梦想？ 十年的时间，不断的以承诺要以铲车的形式奖金发给大家，结果真的梦想成真了。所以大家要勇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俗语曾说“人不可言在先”，对吧？事实上，很多俗语是错误的。 比如有人说去卫生间与从卫生间回来的状态是一样的，如果有这样的人会很奇怪。正常情况下，人去的时候应该匆匆忙忙的去，出来的时候应该悠闲的出来，对吧？去的时候与出来的时候都匆匆忙忙的人是有问题的。正常人去卫生间的时候与从卫生间出来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人要勇于言在先。 勇于说出自己的梦想，然后积极付诸于实践即可。以上这些都是我在圣经中学到的。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是说出想要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是先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首先要说出自己想要取得怎样的成功。 如果十年的时间，不停地向周围的人唠叨自己想要成为月赚五千万以及一亿韩元的人，那么真的会梦想成真，并成为真正的成功者。这时，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会问：世界上怎么会有那样的好事？像我这样的人如何月赚五千万韩元？谁说可以月赚五千万韩元的？不要在那里异想天开，他是不可能月赚五千万的。但是。 正是这些人们眼中不可能月赚五千万那么多的人，正因为一直高喊自己要月赚五千万，在人们眼前觉得不可能的实现了这些目标，却有人实现了月赚五千万。我在所讲的内容都是在圣经中学到的，所以大家要不断的向周围人传达自己一定可以取得成功的信息。首先，大家要记下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 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填写生涯规划。要成为这样成功的人，要将想要实现的目标在脑中制作出一部电影。只有这样，当有人问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才可以很熟练的回答出来，而不会出现有人问你以后想要怎样的面貌取得成功而出现吞吞吐吐回答不出来的情况。所以需要大家将详细内容记录下来。 就像我一个月前想要赚多少钱，十年的时间要存几十亿韩元。另外，我想开什么样的车，以及想生活在什么样的房子中，与我一起用餐的人是位于哪个层次的人，我每个月要帮助谁，以及在资金上给予多少帮助，像这样的详细的记录下来，并像电影一样。 牢牢记录在脑海当中，然后不停的向周围人说出以上这些梦想。至于周围有多少人听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太放在心上。重要的是自己要听到自己的心声。大家要在五年、十年期间不断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有位朋友曾经跟我说过。 精英爱多美太难，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我反驳道：“之所以无法成功，是因为你总是持有消极的态度。”对方听我这样说以后，很严肃地回答道：“呀，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帮助你的。如果是其他人，我才不搭理呢。”但事实上，人在劝说对方的时候，是两个人在听，对方在听，你自己也在听。 所以在劝说对方之前，自己已经在内心无数次的抱怨经营这个事业太难，不可能成功。谁可以听到以上那些消极的声音？当然是自己听的最多，所以才会抱怨经营事业太难。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不断的在内心鼓励自己。周围人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自己听到。事实上，成功的法则很简单。 将自己以后想要以怎样的面貌取得成功刻画在脑中即可。在刻入脑中之前，要先将内容记录在本子上。上个月写完人生规划的人，这个月重新写一遍。每个月都在不断更新自己心中所想的内容。如果每个月都坚持记录，就会更好。即使每个月都来参加研讨会，也要坚持记录。之所以要求每个月都要填写生涯规划，是想让大家逐渐更改完善自己的目标。 一开始想生活在面积一百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公寓里，但是有一天又想生活在独家庭院当中。那么，这时需要重新修订目标吧？只有实现目标的渴望越高，付诸于行动的动力也就越大。本来梦想着去买一辆 a q u s 轿车，但是突然有一天，当看到从眼前疾驰而过的保时捷时， 因为内心太过激动，而久久无法入眠。这时要将目标换成购买保时捷，更改自己的目标，既不要交税，也不会产生任何费用，直接修改就可以，不需要任何人交税，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通过不断修改完善自己的目标，逐渐朝着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的方向靠近。大家要树立那种。 可以让自己成为疯狂的目标。如果大家所设立的目标对自己来说实现不实现都可以，那么一遇到困难就会选择放弃。所以大家要设立那种让你可以为之疯狂的这样的目标。只要达到这个目标，我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大家有这样的决心才可以。大家脑中经常浮现一些想法，对吧？在脑子清醒状态下，浮现在脑中的想法往往是可以实现的想法。比如，一位年过五十的女士想到陆军士官学校去当一名士官，想成为大韩民国一名坚强的军人。 然后在脑中迅速刻画出想梦想中事关学校的样子，那么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学校接不接收年过五十的人？当然不会接收，这是百分之百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像那种梦想着月赚五千万韩币的人，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实现，但也不是百分之百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说的对吧？我们要为自己。 设立那种有一定难度的目标，大家挑战那些百分之百可以实现的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家不要去挑战那些百分之百可以实现的目标，比如让大家设立一个攀登后面的目标，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轻松登上那个山顶吧？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有挑战的意义吗？ 是没有任何挑战意义的。再比如，在路边摆摊儿卖海鲜或者蔬菜，是百分之百可以实现的事情吧？只要小心防范警察的检查，那么百分之百可以实现的事情。但是对于那种百分之百可以实现的事情，即使成功，也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若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应该挑战哪些事情？不要去挑战百分之百可以实现的事情，要去挑战那种有一定难度的事情。对于月赚五千万一亿韩元的目标，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有实现的可能。大家所认识的前辈中有取得成功的人，对吧？现在我们会员数达到几百万人了，对吧？ 但是现在已经是尊王大师、王冠大师的领袖们，他们在爱多美创业初期，爱多美会员数并不多，但即使这样，仍然诞生出了这么多的尊王大师。那么，现在我们会员数高达六百多万名，十年后在这些会员中，会诞生出无数的尊王大师，对吧？但是很多人自己沉浸在。 自我否定中无法自拔，我可以做到并坚持下来吗？当然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来。所以，我们要挑战有一定难度的目标，这首先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勇气。很多人因为惧怕失败而不敢向由周围的人说出自己的梦想，但只有大胆说出自己梦想的人，最终才可以取得成功。 创业初期，公司只聚集十七人的时候，我却高喊要将公司发展成为国际化企业，并承诺要让公司会员月赚五千万或一亿韩元。但我当时心里明白，能实现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有可能会失败。当时的自己是。 一无所有的，如何将只有十七名会员的公司发展成为国际化公司？还承诺他们月赚五千万韩元，为他们买轿车 AQUOS。要知道，当时我自己只开着一辆价值两百八十万韩元的二手车。当时有几个比较聪明的人不相信我对会员所承诺的事情，并选择了离开。 他们是有自己判断力的人，但是像朴真秀尊王大师、<对>崔圭正王冠大师，<对>都是出自那十七个人中。当时的十七人中，有十人取得了成功，那是头脑比较聪明。 认为我所承诺的事情是异想天开而选择离开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从事着怎样的工作。当时说出那样的话，我心中是充满恐惧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会面临失败。但我仍然面对恐惧，心里说出自己的目标。 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所谓勇气，不是感受不到恐惧，而是敢于直接面对恐惧的勇气。当我面对恐惧，高喊“我可以成为月赚五千一亿韩元的人”，让我们共同努力吧”的时候，这时我的内心也明白，达成目标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对吧？ 心里虽然什么都知道，但是依然克服内心恐惧，大声向周围人说出自己的梦想。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一个人在那里担心。哎，如果不成功的话怎么办？然后第二天再自信满满的向周围人讲述自己的梦想。嘿，朋友啊！ 我以后将会月赚一亿韩元，而你只依靠丈夫每月赚的五百七百万韩元生活。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觉得丢脸呐、啊。实事实上，那位朋友的丈夫月赚七百万韩元，自己以兼职的形式每月一百多万韩元的收入。当问那位朋友以后养老怎么办的时候。 对方却劝我先管好自己，这是要自信满满的对对方说：“我以后是要月赚五千万韩元的。”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面对恐惧的勇气。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因素，不是知识，也不是学历。 周围都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差，复读后仍然没有考上，最后好不容易上了夜校，年过六十还在研修硕士、博士课程。好在有一颗贵在坚持的坚韧的心，过去五年里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学业。如果我学习不错的话，三十年前就应该像其他朋友那样取得博士学位。 但是我也只是修完课程，到现在仍然在写论文，因为学习不好。与我一起学习的人都已经完成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我到现在还在写论文。好，就好在我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虽然我不聪明，但是一旦设定目标，我就会坚持，坚持到底，一直努力下去。这正是。 不服输的精神让我最终取得成功，请大家不要成为生活中的懦夫，尤其在别人面前绝对不能做个胆小鬼。大家一定不要成为平民，平民。有人说当个平民挺好的，我曾说当平民真的一点都不好。大家要成为。 努力成为富翁，成为善良的、懂得分享的富翁。只有平民才善良吗？有很多富翁也很善良的。如果没有善良的富翁，那么大家成为善良的富翁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在设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设定远大的目标。呃，大家若想取得成功，一定要坚定信念。圣经中写道。 信任是看不见的东西的实照。信任不是相信看得见的事物。如果我指着麦克风让大家相信这是麦克风，有人会觉得很可笑。麦克风就是麦克风，有什么相不相信的呢？但是想让大家相信的是，相信看不见的事物。大家应该相信什么？ 请大家写生涯规划，大家要在脑中刻画出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但是在脑中所刻画的内容，周围人能看到吗？是看不到的，但是自己却可以看得到。将未来实现的事情拖到现实生活当中，进而产生为之奋斗的动力。所以，虽然大家现在开着。 一辆二手车，但是我以后开着价值上亿的车，我不需要自己开车了，而是雇佣朋友或者丈夫为我的专用司机，我只要坐在后座就可以了。大家要在脑中画出以上这些画面。我要成为月赚几百万韩元，成为积极帮助周围困难朋友的人。 我家的面积最少要三百三十平方米，这样我才可以邀请很多朋友来我家里聚会，同时向他们介绍爱多美的事业。那么现在想要什么样的房子、车以及生活质量？以上这些都已经在心中以及脑海中刻画出来。只要能实现以上的目标，我将会成为付出一切代价。 这时，要将脑中所憧憬的画面拉到现实生活当中来，让它成为推动现实生活的强大动力。所以，大家没有付诸于实践的动力，是因为没有目标，对于未来没有充满希望。有些人可能很好的为自己创造生活的动力，我们一般称之为希望，对吧？ 这样的人是属于有积极人生价值观的人，但是在座的各位普遍都很消极。如果本来是对生活不怀希望的人，勉强让他勾勒出生活的未来的蓝图，并将那蓝图拉到现实中作为动力生活，那么样大家真的会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人。所以，我以前经常对我的创业初期者们。 讲到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自己会那么穷。知道自己穷，但没有想到会穷到那种程度。供应我们产品的公司，如果知道我竟穷到那种程度，会因为担心无法支付费用而不供给产品。但是在他们面前，我表现的总是自信满满。 所以，人要言在先。我说什么要在先，要言在先。所以，大家大胆地向周围人讲出自己的梦想就可以。即使没有人相信大家，但是大家只负责讲就可以。只要大家鼓起勇气。 向周围人说出自己以后成功的样子的话，就一定能梦想成真。只要大家敢于向周围的人说出自己成功的样子，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成功者。请大家一定要坚信我所说的。今天的演讲到这里，谢谢大家。